哎，真的，一开始我已经想笑了。Hello everyone， 我是放松。经常可以刷到有很多人去做一些不心动挑战，就是女生然后挑战男生的视频，然后男生挑战美女的视频嘛。然后呢，今天我呢想做一点不一样的，当然也是心动挑战啊，就是把自己看过的部分的动漫，然后做一个不心动挑战。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看动漫会在床上不停的蠕动，然后失效发出怪异的声响的那些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尤其是在看什么辉夜啊这种，对吧？我觉得他能动，哎呦，我已经没看着激动的搓搓小手啊。如果啊我这次不心动挑战啊心动次数呢超过了三次啊，我将会在评论区里抽取一位观众的留言，那么他的留言将会作为我们下一期视频的内容。那么现在正式开始吧。ちなみに、お前も超いらん。嘘、女神の私まで超。あ、我刚笑了。我刚是不是一直笑着看的？我这尽量克制一下啊。前方高能，前方高能。我好像还记得这一点，我希望忍住，忍住。哎，等等，这。这种东西真的可以播吗？虽然有马赛克啊，但是虽然这个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肯定就是一部可能是有意思一点的那种冒险番，就没有想到后面这么好玩，还是笑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笑的并不是说心动啊，这个可能是就是你这个车速够快吧，我觉得四个人都能笑，对不对？这个算不算呢？那我们还有待商议，好吧。但是这个番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叫这个勇者明明强的过分却很慎重吧，明明超强却很慎重。好，那下一个。哦，撒谎，太好了。我没有看够，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看到是撒谎的片段的时候，我就是莫名其妙就投入进去了。我觉得每一个弹钢琴的男孩子都想有一个像勋这样的拉小提琴的女孩子可以在台上一起或者一起生活，真的特别美好，你知道吗？这现实是早上啊拿老婆子，中午练的，晚上走的，是吧？一气呵成，特别真实啊。那一般弹钢琴就是这么辛苦。但我小时候也学过小提琴，很小很小，这个不值得一提，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啊。我看这个动漫看了两遍，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现在剧情其实记不太清了。但是怎么说呢？看两遍都到最后哭的真的稀里哗啦的，这个算一个心动，因为我整个人已经投入进去了。下一个啊。哦，还是撒谎吗？哇，我都有点那什么，看到我眼睛里面有一点光了，看到没有？就是确实熏哭的太让人心疼了，而且一开始其实，那个公生他并不知道，就是熏喜欢他吧。一开始的设定是熏他接近公生是为了追阿杜吧，然后这也是，熏一开始的谎言。对，怎么说呢？太感人了，这个番，每一帧都是话，每一帧都可以当壁纸，而且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好，但是又很让人心痛的故事。我都差点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觉得公平公正啊，这也算一个吧。但是跟上一个是连在一起的，是一部动漫，所以只算一次，好吧？公平公正啊。OK， 那下一个。哦，碧蓝之海，永远的神。好演绎，好演绎，好演绎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偏搞笑吧，这个片段，这个动漫里面这个演绎一直是满分的啊！乌龙茶这个梗大家想必都知道吧，看过的人，可燃乌龙茶，里面的一些情节小朋友还是不要学啊！好，我们下一个。下雨了，我哭了，你们。有时候觉得这个男主啊，这挺欠揍的，你知道吗？对谁都很温柔，到时候呢又受不了场。古贺学妹也是挺惨的吧？这个番我刷两遍了，中学的时候就很爱看这种番，包括现在看，其实也是让人心里面有波澜的。哦，这个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好喜欢他。是真的，就是这两个片段我总觉得没有心动的感觉，就是那种在看别人的故事。剧场版还是很好看的，有点烧脑。我觉得我记得最后看到最后我也是哭了，我觉得我在看动漫的时候泪点特别低。下一个。
我是不是输了？我不甘心啊，一开始就输了。关于这个番呢，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就是猛男必看啊，真的，看这个番的时候感觉心情愉悦，就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变好了。好，下一个。电波。渣男。倒胃口，看这个男的脸，这一擦就直接没色了呗。这不是心动的笑啊，这是吐槽的笑。好，前方高能啊，前方高能。这个地方真的一度把我吓死。哎，真的吓人，好吧？我的妈呀，这个地方难道就不像那个伊藤润二画的那个动漫，那个漫画叫啥呀？哎呀，吓死了。不行，我看不得这种画风的。这告诉我哪里心动了？这明明是惊悚，好不好？查一下那个到底是伊藤润二的什么？对，富江，泪痣美人，无限再生。哎呦，可吓死我了！下一个。哦，看我能不能忍住啊！我输了，好吧，这一局我真的输了。虽然我真看就是已经看过这个片段了，无论怎么看我都会就是各种怪叫，各种失笑，如果在床上的话还会蠕动。这是突然喜欢你吧。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真的就很逗。天哪，太甜了。哎呀，好喜欢这一对，就是害羞的这种叛逆少女，还有很会撩的这种学霸，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心动。这一次是真的心动了，很喜欢这一对。OK，那么不心动挑战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还是非常开心啊。大家可以在这支视频底下呢去评论你们想让我下期做什么样的内容。我将会抽取一名幸运的观众老爷的评论内容作为下期视频的主题，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多多点赞、收藏、关注，多多支持一下我这个新人 UP 主。那么我们下期见，拜拜。